的一天，晚安。这个娃娃好可爱哦，我要来开始玩咯。小雨啊，这是我为了这次旅游特别定制的别墅哦。哇，好漂亮的别墅哦，终于可以来好好休息了。小雨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总裁，玩了一天我们都累了，你先把行李放好吧，我先去准备晚餐咯。太好了，我都忘记我们还没有吃饭，待会见总裁。先把头发整理一下。突然想上个厕所，哇，这个镜子好干净哦，洗个澡好了。嗯，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嗯，要烤什么东西吃好呢？不然来做个披萨给他吃好了。今天买了一个新的腮红，来试试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。哇，这个颜色我很喜欢耶，淡淡的粉红色。差不多要下去找总裁了。小雨，晚餐准备好咯，是披萨哦，很好吃。哇，没想到总裁你还会做好吃的，这披萨好香哦。谢谢总裁，这个披萨超好吃的耶，我吃好饱哦。对了，旁边还有小熊可以拍照耶，总裁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吧。哦，好啊，这边的景感觉很好拍耶。走吧，我们过去吧。好可爱的小熊哦，总裁你帮我拍照。好啊，你摆 pose 吧，我帮你拍。跳个舞吧，我帮你录影下来。这也太好笑了吧。对啊，好好笑哦，这些宝宝好厉害哦，居然可以打赢坏人耶，真是太有趣了吧。总裁我先去上个洗手间哦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哦，好啊，你去吧。哎，总裁，你刚刚演了什么啊？我都没有看到，我是不是错过一些好笑的片段了啦？嗯，总裁，总裁，不会吧？你居然睡着了？啊，你真的好重哦，终于把你拖过来了，真的是哦，哪有人一转眼回来就直接睡着的啦？啊，今天的旅游真的好好玩哦，下次我一定还要来这里度假。这个娃娃屋超好玩的耶，很好玩哦。啊，什么？原来我刚刚都是在做梦啊。嗯，怎么感觉好困好困哦，原来我一直在梦里面玩家家酒啊。今天的小剧场就演到这里咯，感谢医生陈夏雨还有汉克一起合作演出，喜欢请帮我按赞跟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